嚟新加坡冇睇過魚尾獅像咧，就等於去北京冇見過萬里長城一樣。呢一座啊，建於1972年嘅魚尾獅像，重70噸，喺新加坡人嘅心目中咧，佢嘅地位同佢嘅重量一樣，都係夠曬份量。雖然新加坡依家有3座魚尾獅像，但係講到人氣最爆燈嘅，就係位於濱海灣嘅呢一座啦。好多 postcard 同埋旅遊書都係用佢嚟做封面㗎。